岳云鹏呢，你看啊，现在是红了，来的也晚，这就是膨胀了，这就是。不是，他现在腕儿大了，肯定跟师傅在主桌呢。主桌？嘿，看出来了吗？人家那是爱徒。师傅，我也想来参加，跟我们这哥几个一块儿惹惹，一块儿开心开心。你也不用来，因为你已经可以了。这些年来，啊，是乱七八糟的节目你也参加不少。别乱七八糟啊！我想跟哥几个一块玩儿。你说这些人，你看他们谁拿你当回事儿？你看看啊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岳云鹏，这是我的，我比爱徒还要爱啊！蠢徒，我的蠢徒，宠哦，宠徒啊！刚才那句话我可记住了啊！哪句啊？比爱徒还要爱啊！这我得跟他聊天去，我得。你得留神，他得挤兑死你啊！这怎么做呀？这座肯定有讲究，我觉得你挪挪，然后这儿你坐，我坐这样干嘛？这肯定是师傅大爷坐的，师傅坐中这儿还不行吗？于大坐那儿还不行吗？哦，你就得按师傅坐，高老师坐这儿啊，你也按师傅坐呀？那于老师我那儿挪，于老师坐那手就完了呗。也行，坐着就不能换了。行嘞，你们抄起筷子来拌着面。我跟你们说说，今天为什么请你们吃这么好吃的面啊？拌一拌。有，这是给我喝的吗？人也齐了啊。接下来就要开始比赛了，重新的选择搭档，桌对厮杀，每两期末位淘汰，谁吃完了谁先走，谁有优先选择搭档的权利。我也根据你们这个吃的这个表现，我来决定这到底是吃完不吃完，我说了算。有时候栾云平，我怎么看着怎么好，你就算吃完了，现在啊，你也别客气啊，师傅最爱你，师傅最爱你。呵，好吧，我还不太饿，我这人也是。走，跟你大爷上屋里去。好，就这么简单。热评我想好了啊，怎么来热评？热评就是栾云平，嗯。有了相声新高度，怎么样？当时您都盖师傅，好，怎么样？有他就是我爱徒了，是吧？是啊。行，画一道吧，要不？栾云平有了新高度。好，阿栾，你作为副总有没有使用过黑手指？哈，这几个队长都发过。去年的时候。我把所有的队长召集到一起，我说每个队长一年要演够多少场，如果你们同意的话，咱们就把这个数认了。结果到年底我去公司查数，只有三个队长完成了任务，我就把所有队长都罚了。你处他吗，岳云鹏？我啊？他愣，他也不管你面子什么的。但是很讲理，是吧？对，他不矫情，就这样的人在那儿，我特别踏实，啊，就我们这个每人盯一摊儿，他这摊儿别人替代不了。其实他所谓的封杀，他就可以封杀人，他马上就能半年不安排你演出，所以这个很厉害，他这个位置。您是不是得拜上啊，哥哥？哟，那边来了一位观众啊！您好，先生，您好。这是倒霉熊啊，这是我们家的大狗熊，大熊以后就是您的爱熊了。啊，赶紧再戴上，别冻着啊。来，我家狗熊爱钻圈啊，不叫好便停不下。来，太棒了啊，来钻一个。哎呦我的，哎，太棒了。再来个绝活，我家狗熊平衡好，金鸡独立最在行。嘿，您各位啊，掌声不断啊，他这脚就不下来啊。
脚下来了，哦，鞋下来了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师傅，快活来了啊！来了，都挣钱了啊！挣仨钱。嘿，不赖这，这是准备给狗熊打赏的吗？有没有给啊？给不给我抡谁了啊？坏了坏了，狗熊急了，狗熊急了，狗熊急了，给快给！给！行了，有没有给钱的？咱大伙意思意思。这干嘛呀？狗熊已经有点乏了。不是他们不给钱呀？他们不给钱也不能出卖色相啊！快给，他要疯了都！快给他！来来，给点钱，给点钱！来来来，就给去。来给我。我们挣钱也不容易，我们挣钱也不容易。不是，怎么了？你给我留一个行吗？你拿一个，你拿一个。狗熊，给钱。好，那也行啊。来，最后啊。来个胸口碎大石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你来，我来就我来一绝活，不就大石吗？打这儿，嘿！不行！嗨嗨，哦！要钱去！太好了，每个人。谢谢、啊。挣多少钱了？什么呀？你管多少钱呢？怎么着？怎么演狗熊演疯了？这位，哎，这位看官，躺那儿哈。我们能给钱吗？躺平了。给钱吗？躺平了。您行吗？没问题，你看着吧。我需要干点什么吗？不用，你就等死吧。别！一、二、好。没开，走！啊！表演太好了，我给你来欢乐豆，不能白玩儿。我已经给秦阳贤一个了，一个，我再来四个。好嘞，够不够举去？三、四，够意思，哥，好不好？辛苦了，哥。咱来不了这个，太难了，咱们赶紧走。这么热的天呀、啊，让他们拼命去吧，咱有俩钱咱就行了。我瞧瞧羊片啊，哎呀，狗熊下山了啊，拉羊片的呢，我来干嘛？嘿，太好了，这个是拉羊片的啊。有人在外边吆喝着，有人在里边活着，有没有要过来的？等会儿，要不了这么些个。来，这小孩来，快来，就站那儿去。哎，来来，过来吧，过来吧，来，快来，哎，来，过来，再往里边再看哦。各位，你要不看，你就不知道有多好看，知道吗？好看吗？你看看，这都不是托啊，知道吗？你活七十八，老了胡掉了牙，你也没见过这好玩意儿啊！你到过苏州吧？去过杭州不？你去过杭州吧？看过西湖美景不？没瞧过这八大片？这个是活人八大片！一眨一粒啊，你后悔去吧！问问这五个人好看不？好看！哎呦！快给豆儿，哎，拿钱了，对，举六号。哎，太好了！再来俩，一会儿再给你看啊！要想挣得多，班主得姓郭。行，30多，孩子们不能白受累是吧？好，王九龙，这是你的了。那是您的，那是您的，师傅给的。哎、他没有。您多少得给我点，我白在里边卖菜了我。你还在里边歇着呢。我没洗，我里边热。给来俩热，没要热呀？哎，别不热，凉快极了，凉快啊！我得就反正这合适，把空调暖气先给我。您就给我点吧，给我点。那咱们凉快去吧。好嘞，走，各位。我觉得啊，今天这个最卖力气的那个栾云平。栾云平可以先选搭档，我选烧饼了。行，好，栾云平烧饼是一对儿。哎，于老师，您昨天不是还许了说今天谁赢的，我可以帮谁，或者您可以选一个。哎，那今天我赢了，那咱直接杀来群的不得了吗？可以啊。哟嘿，嘿，感谢各位啊，头回。哎呦，走！漂亮！头球，刚才栾队一个头球摆渡啊，将球顶进了球门。
棒，棒，棒，这可是真棒。谁到？谁到？2-0。哎，这头球真棒，头球真棒。哎呦，在家我练多少日子？哎呀，这吹牛逼。小妹儿可以。行行，好。我跟小月一块儿。好，来，咱得给逗哏队争回来。预备，开始。好了，已经发球了。走你。一石二鸟，这是跟周九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个穿花西装的，这不是管家吗？我们大管家叫栾爱图啊。哎，您什么问题？我没有问题，你走吧啊。你怎么也混进来了？因为我想的是什么呢？肥水不流外人田啊，这都管大小姐叫肥水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喜欢大小姐什么呀？我爱她什么呢？就是我爱她。这哪来平戏班子的？首先来说，家庭背景，这可说的太对了啊！更喜欢岳父，其实说实话啊，他是看上我了。对对对，这个我怎么觉得这不是，有鸡蛋酱的意思了哈？我怎么觉得是中午，咱们那工作餐剩的呀？肯定又埋着雷呢，又有鬼。哎，这菜单在哪儿呢？我看一下。我怎么觉得这不是？那会儿天津家里小时候老做这个，东北口的咸。邻居，他住我们小区，我们一个小区的，这样呢，拼车方便。导演，罗哥住哪个小区？来，你说说。这个菜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厨子做的。首先，这个鱼搁那么些甜面酱，而且第二个菜绝对是拿甜面酱炒的鸡蛋往里呛的辣椒。这个上海这个厨子不可能他那么爱用甜面酱，而且这个俩菜都那么咸，特别像我师傅跟我师娘炒的。我打算上后厨看看去。后厨在哪儿啊？后厨在哪儿？这家伙，我一猜就是您。你怎么猜出来的？首先，这个上海厨子不可能爱用那么大甜面酱。我跟前儿这菜救命菜，这叫哈，这是当年我最爱弄的菜，特别好吃。其实天津家常菜，但是因为很多很多很多年前，那会儿我特别落魄，什么都没有，家里就有俩鸡蛋，有点辣椒。那会儿把辣椒切成碎末，切成丁儿，哎，跟这鸡蛋跟甜面酱一块炒，是因为它能下饭。这个是炒给栾云平的，啊，因为这个他来的早，他那会儿在家总吃这个。我一猜这菜出来，你就能露了馅儿。我说这俩菜，一个那鱼，一个这个，这你甜面酱。这他们俩这是在家吃的多。往下顺应该是谁了？栾云平。我是吗？那我选烧饼。啊，就是我就惨到了这种境界了吗？栾云平先成了您，我选烧饼了。那我跟王哥呗。对对，往那边去。我又是一个人。然后张鹤伦跟摄像们一组，好不好？好嘞，跟摄像大鸡在一块儿。这个淘汰不了了，以后都得有他，他老摄像啊。对，张鹤伦说单的是吗？我不想说单的是吗？你看，那你问岳云鹏有办法没有？选单的吧。这个岳云鹏是你师哥啊，而且在节目里边他这个把握方向也非常准确，他给你出的主意他不会害你，他是害死你啊。这个我问一下吧，也别听我们一句话了啊，你们都师兄弟儿都不错，你们觉得张鹤伦是不是在单口方面有天赋？是他说一段单口相声是不是比你们都强？是，你们是不是很想看他的单口相声？是这是他们的意见。张鹤伦啊，鹤伦，哎，你单口相声不用靠着我了。师傅有点站不住了，有点不能，你一会儿一扭起来就好点了。哎，对，师傅我不想说单口啊，不想说单口那怎么办呢？堆沙子，那我跟岳哥。那你自己问吧，岳哥
你觉得咱85年的是不是都应该帮帮85年的？是这样的，兄弟，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啊、嗯，因为你是上一次是倒数第二，上上一次是倒数第一，对，我跟了你，你被淘汰，你把我拽下去了，下期有可能没有运鹏了。你想想，你肯定被淘汰了，你不真的不用想。他不能淘，他是咱们的流量，他是咱们的流量，真的。我不说别的，最起码这几个人都认识他。对，你想，我现在都这么火，你跟谁并列？秦霄贤是栾平、王九龙、张伦并列。你想，一个爱徒，一个外甥，一个外甥，我说一个流量，我要说单口，我不演，我不演。你先别这样，要说单口，我死的更惨。就算你要是跟我在一块，万一输了，人家还能可以约啊，岳云鹏，岳云鹏还没捧好。你现在都这个味儿了，你肯定不会在乎观众的流言蜚语。我不演，反正我不演，真的。这没办法了。张鹤伦，时间在你身上浪费，你赶紧啊！苍天呐！你看看，栾副总第一个到来啊！这个，但是我得先跟您。说说讲讲，好呀，我就是一定要坦诚，咱别编瞎话。17层是我捡到的，18层是我管老秦要来的。哦，我让保安给我刷了一下19层，所以我就上来了。非常好，我也首先我很坦诚。对，我的想法呢，我也不当这 COO 了，我就在这儿待着。哎，我也不给人家搅和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不管用什么技巧和方法能够上来，这就是能力。因为做一个 COO 呢，你想这么一大公司，哎，你是要你通过智力带领他们前进，而并不是通过你的力气啊。然后我就咱就再等会儿人家。别等会儿，还有别的工作呢啊。就这些颜色里边你更喜欢哪一款？是五个。比如你看。这有红色的、绿色的，还有白色的。我来这红色的吧。嘿，挺好啊，干这行都希望大红大紫啊。先拿着。你知道干嘛用吗？我不知道干嘛用，反正对面发给我，没给我亮这儿，就证明这很好。就说明成功了。对。你现在需要的是组建一个小团队。好。这个团队里边最少还要有俩人。哦。如果你这个能力爆棚。还能再找到两个哦，那你就太棒了。好，凑齐了人之后，到地下车库去找我。好嘞，哎，我会告诉你一个地址，就是明天演出的那个地方。好，谁先到，谁有权利挑选舞台啊什么的。哎，哦，得嘞，谢谢您了。行了，去吧。嗯，哎，谢谢您，别客气。哎，嘿。哎呀，牡丹呢？哈哈哈哈哈！愣抢啊！好，又来一位，哎，好，哎。杨姐了，你就跟人聊会天吧。行，哥。不参加了。一会儿我想快到的时候，您往我那，您跟着我上那边去。准备，霹雳舞，走！看我呢！我唱，李佳呀，李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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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我呢。喊30秒啊，挺住！停，杨九郎，给他们敲锣，敲锣。锣呢？锣锤呢？锣锤怎么找不着了？哎，随便拿去敲。这太小了。师傅到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您来了。看那边是不是热闹？最后10秒，准备，再继续，再跳，别停曲，接着跳。对。
你的那个什么，哎 ，OK， 也 OK， 也 OK， 这个下面这个师傅，哎，这个师傅讲两句话啊。不用不用，不听，这会儿不听，一会儿再讲。跳跳跳叶子 ，OK。不听不听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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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到点了，哎，这到点了啊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人需要救命啊！师傅来救你了，救命啊！我得到了一把扇子。天哪，这了不得了！哎，你要信我的，你把扇子给我。我信董队长。那个真的吗？我觉得如果要你给的话，师傅觉得肯定就不是这把了。师傅是这样吗？你要特别想给你就给，反正我把话说在这儿了，因为总队长说话还是有力度的。但是我还怕呢，我给完也不行啊。没事，咱俩是一组的。这是我跟乔贤跟张伦，我们仨人是一组的。哎呦，老秦来了，师傅，我们仨人一组的。您先看，这就是您那把吗？嘿，这是您拉那把吗？可以是是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这个谁出的力多啊？首先来说，扇子是张伦拿的啊，咱别给人肉埋饭里。你看这身上啊，全是泥。好好好啊，大琴琴呢？他走一半，但是这是我们的战术打法。哦，我明白了。秦小贤，哎，这上面写的是什么？三。那个，你们上那屋找还有算盘？不是，二，这是二。算盘，老秦，咱少说话行吗？对，少说话。他这个智力怎么能够拿得到扇子呢？所以他没有拿到啊，是张文拿到。是我拿的，师傅。对，你再来啊，秦小贤，你看这上面是二，你看看，哎，聪明多了，学习的快，他都知道他的小名了啊。给你二，谢谢师傅，太好了啊。这二是二两分钟是吗？两秒，过了，阿伦。五分钟，五分钟。哎，好。张小伦，来个二，谢谢师傅。来，二，得五，好嘞。你们现在需要决定，你们手里的时间块是要给谁使用？决定给谁？就是你们自己拨表，还是送给你师傅拨我们这表？拨我们这表，我们俩就能逃出去了。给您拨您的表。对，就我们俩这个。这个，你们再商量。咱先再看看好吗？要我决定啊，就救师傅于大爷。那你把那给于大爷给师傅吧。给了。哎呀，哎，这一片孝心还是有的。好，来于老师。回锅两分钟。哦，我想试你把这个表给他，真的拨不拨？我是这么想的。嗯，你把这个也给师傅。对。然后把这五加你身上。嗯。你跟师傅这表差不多。好，请于老师把自己的表往回拨两分钟，然后这给你了。你岁数小，不用给我。其实你不要，咱们后面还有吗？咱仨手心手背吧。好，手心手背，手心手背。得，加，这让人看怎么加。张和伦，时间方块加五分钟。哎，加五分钟，减五。吓我一跳！噔，擦！我感觉这是个坏事，是吗？你怎么往那边拨？他往那边拨呀？不得往回捡吗？请看一下笼子上写的八个字。笼子上，尊师重道，长幼有序。应该给五分钟对吧？我不知道啊。得了，现在晚了，镜头倒不回去了。救命啊！走吧，咱救人去吧。走吧。救命啊！行了，我们知道了。对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下回都给您加上，我再也不往自己身上加了。救命啊！这就是一个坏事儿，后悔死了。两位，资历是比较深的。哦，此公叫栾云平。嗯，啊，本名叫栾博。嗯，小名叫潘潘。潘潘，还您跟人说这干嘛呀？栾潘潘一点气势都没有了。我是非常的喜爱他。
还有这一位，你看他比较好理气，他也是云字里面来的比较早的，号小李，他的本名叫罗，哎，算找着爹了，本名叫朱云峰，哎，啊，但是在大上海一提烧饼，没有人不认识的，都吃过啊，都知道啊，他们两位也是在我的左膀右臂，这么多年来，我非常的欣慰，很感慨，很感慨，大气、稳重、文雅、